是什么？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健康、快乐幸福，热爱生活，感受生活。谢谢。好，来。那我们其他时代少年团的成员们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手中的花的花语和你们的新年祝福，好吗？好，我们的花语是团圆美满，充满希望。对。好，来看一下老肖手中的花语是什么？老肖，心想事成，家庭美好。几个呢？我这个也是团圆美满，充满希望。哇，来。这个好特别的话，你给介绍一下吧，大哥。这个是朱顶花，花语是勇于追求，敢于奉献。勇于追求，敢于奉献。它的花语是勇于追求，敢于奉献。看看第三张，会飞的玫瑰就叫玉玺，玉玺原产中国，又称中国玫瑰。它召开内热，又声称不息。它的花语是温柔的坚持。而第三家公司叫木槿，却又偏偏开在婺源县。都知道婺源最有名的是油菜花，众所周知，它俩的花田出名就是在油菜花田。一条写下约定的墙角，是最美丽的记号。是鹤花板，有意思。好的，来，在我这边是。玫瑰花呀，玫瑰花呀，好浪漫！你要跟谁要单腿下跪？我这个玫瑰花的意思是充满炽热，热情如火。画的主人公是一个小王子，他住在一颗只比他大一点的星球上，与一株玫瑰为伴，天天为他浇水。有一天，他和玫瑰花拌了几句嘴，心里烦，便离开了他的星球，出去漫游了。小王子最后来到了地球，在一片盛开的玫瑰园里，他看见5000株玫瑰，不禁怀念起他自己的那一株玫瑰来。他的那株玫瑰与眼前的这些玫瑰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他却觉得它是独一无二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一只聪明的狐狸告诉他，是你为你的玫瑰花费的时间，使你的玫瑰变得那么的重要。对于你使之驯服的东西，你是负有责任的。杆子，好看的花儿，还有好看的花儿，好看的人来拿，对不对？这是我的绰号，是。你是白牡丹。对。真的是，你好漂亮。哦。真的好漂亮。对。对对，如果而且你这个金头发，哎，我要是男人我就爱上你。好的，这儿还有三位漂亮的姑娘。我的是马蹄莲，热醋黄的梦，穿针不语。哎呀，你，我们俩特别有缘分。来，再往前一点，来，你左手里拿的是啥？我这个是有钱花。我喜欢你的花。你叫有钱。我都发语音了，你们还要我怎么证明我是有钱？我就是有钱，有钱本人，怎么样？好，来，来，